好，画面上可以看到，天色还没亮，外面还下着雨，不少民众已经聚集在这里，有人穿雨衣，有人撑着伞，现场还有古典音乐表演。这个地方就是位于台东县太麻里乡的千禧曙光纪念园区，迎接2023年，不少民众一早就来等曙光。来听一下稍早的访问。今天凌晨从高雄吗？我们1点半汽车过来，我们1点半出发。那为什么下雨还会来？大学生好热血，下雨夜冲骑机车到海边，只不过天气真的不太好。2023第一道曙光跨博，这也是太麻里2000年开始首度举办迎曙光活动以来，连续23年共估了。而另外一个赏曙光的热点，台东三仙台一早也涌现了人潮，只不过雨势更大，民众顶着冷风跟大雨来等待，也是跟太麻里一样，相当可惜，也看不到曙光。以上来自台东的最新消息，请支持 TVBS 国际 Plus 全新频道，让您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接轨全世界。恳请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